要把它印出来的时候，给很多初学的同学可以做参考，老修都可以做参考。啊，这篇呢写得非常好，啊，非常难得。尊敬的师父上人慈悲，诸位善知识慈悲，不孝弟子善慧，不是学习班的学生，也远没有资格参加学习班，更不敢提出报告，是佛菩萨及师父上人的加持，才有今天这篇文字。作为一个没有长进的学佛人，弟子近十个月以来一直在听师父上人的大经科注及科注学习班，看到听到这些大德们的心得报告，弟子惭愧得无地自容，但也备受感动和鼓舞，知道自己今生也能做佛，特别是贤公的表法，看了以后觉得只要死心塌地学贤公，往生极乐是板上钉钉的事了，不容更改。下面是弟子对贤公表法时说的一句话的粗浅理解，呈递给师父上人指正。好好念佛，成佛是大事，其他啥都是假的。好好念佛，弟子理解，印主文钞中有一段开示：如来普令众生缘念于佛，故曰若众生心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去佛不远。又曰诸佛如来是法界身，入一切众生心想中，是故汝等心想佛时，此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诸佛正遍之海，从心想生，福随佛界之缘。好好念佛，则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矣。若随众生各界之缘，不老实念佛，则是心作众生，是心是众生矣。成佛是大事，弟子理解。法华经云，三界无安，犹如火灾，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。唯有今生往生成佛，才能远离众苦，但受诸乐。所以贤公告诉我们，往生成佛才是人生唯一的大事。无量寿经中云：心常地住度世之道，一向专制庄严妙土，假令供养恒沙圣，不如兼勇求正觉。古德有云：平生只有惜归愿，肯为他缘负此心。除往生作佛这件事，再在萦怀以外，其他的什么事都不上心了。其他啥都是假的，弟子理解。贤公这句话是世尊22年讲般若的精华。师父上人讲经时说，《大般若经》，师父给浓缩成12个字：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《金刚经》总结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；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可现代人障深慧浅，对这些佛经主语理解起来都有障碍，所以贤公应机说法，用最浅显、最直观、最明白、人人都能听得懂的
其他啥都是假的。很善巧地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开显出来，让我们末法业障深重的众生能看得破，放得下。铁脚僧能求点佛果，往生极乐。好好念佛，成佛是大事，其他啥都是假的。弟子觉得这句话不但是《大般若经》的浓缩，也是世尊49年讲经说法的精华，乃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教法门，皆在此一句话中圆满含摄。弥陀的本愿本怀，也就是这一句话，十方诸佛广度众生最为最妙的教法，也是这一句。真把这句话听懂了，万般皆修。娑婆世界千头万绪的牵缠，只剩下老实念佛这一件事了。念佛跟佛走，念其他的跟阎罗王走。一念佛号间断，就有跟阎罗王走的危险。念佛跟佛走，今生成佛又做主，念其他的跟阎罗王走，六道里面去受苦，其诸忍者三思三思。贤公敬中14祖，见者闻者皆得福。老实念佛学贤公，念到明心又刻骨，死心塌地不拐弯，今生决定生净土。以上是弟子对贤公这句话的谬解，恳请大慈大悲的师父上人及诸善知识批评辅正，无限感恩。不孝弟子妙音便扣。妙音居士这篇文章不长，但是非常精炼啊，真正把修行最重要的部分呢都说到了啊。今天这两篇都好，非常有价值啊，希望我们同学要认真努力的学习啊，绝不要辜负了这一生啊，这一生的缘无比殊胜啊，我常常提醒同学啊，经中无量寿经的经典来到中国，古人真的用心把它做翻出来了，它有12种不同的译本啊，这是一切经里头没有这样殊胜的事情啊，翻译12次。那我们相信这12种译本呢，原来的版本并不完全相同，从这个地方证明释迦牟尼佛在一生讲经教学当中，无量寿经就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是多次宣讲，那其他经典只讲一次，没有再讲第二遍的，这不仅是多次宣讲啊，突出它的重要性啊，在中国都翻译了，非常可惜的啊，是到现在传下来的只有5种版本，7种失传了。我们在大藏经目录里头看到啊，有目录，有翻译的人，有翻译的年代，但是书没有了。不同多次宣讲确实
就有皈依的必要。啊，无量寿经早年没人皈依。啊，实在讲，印刷术宋朝时候才发明，宋以前的书都是手抄本。啊，这么多本子抄起来确实不方便。啊，所以修净土的都用阿弥陀经。啊，很少人呢用无量寿经。啊，但是日本、韩国人，他们对无量寿经认真学习，超过我们中国。啊，在注解方面，无量寿经注解在日本有20多种，啊，中国只有2种。啊，随着汇集，宋朝王龙书第一次汇集被收在大藏经里。啊，但是龙书老居士只见到4种版本。啊，唐朝宝积经里面这一份他没有见到。这不足，这遗憾的不足。魏默生虽然5种原译本他都看到了，啊，他是咸丰年间人，啊，咸丰的妃子，慈禧太后，大家都很熟知，啊，是那个时代人。那会议集的东西后人有批评，啊，他轻率地改动了经文，这是大家所忌讳的。啊，会议集确实不错，啊，所以最后这个本子下联句了，就是菩萨再来。啊，看到佛法衰到这种地步了，他出现在人间。这个本子抗战胜利之前才完成的。所以许许多多现代的这些大德们没见到。那我们是非常有幸有缘，啊，在台湾六行老法师，啊，他也是夏老的弟子，啊，从山东到台湾带了几本，啊，送给李炳南老居士，啊，李老居士把他印出来了，啊，好像也只印了2-3千本，用过2次。流通量不大，而且确实有人不愿意念这个本子。啊，学无量寿经的都念康僧开的本子。啊，这本子好。啊，老师得到这个本子之后，在台中法华寺讲过一遍。啊，他有个没注的本子，这个本子他给我了。啊，早年我在国外讲无量寿经，先后讲过10遍，都是用李老师的没注本。啊，在美国跟黄念老联系上了，啊，他带了一本注解，那是未定稿，啊，他用油印印出100套，啊，像这些
出家在家的大德们请教啊，请大家提供意见啊。那么我在美国是第一个得到的海外流通第一本，我看到非常欢喜。我问老居士，你有没有版权？他说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我说有版权我尊重你，没有版权我在台湾翻译啊。他听得很欢喜，没有版权啊，而且还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啊，给他提封面，我们出版就印了10000册啊，在海外流通，也是我们最幸运啊。那么以后他又修订过几次，现在我们用的本子是修订本，里面补充了一些东西进去，特别是关于科学方面啊，补进去了啊，非常难得了啊。经是真经，每个字都有来历啊，念老注解都把它注出来了，每一句从哪一部经里头汇集的啊。他老人家做这个注解，这是夏老给他的任务啊，让他来给这部经做一部注解啊。他用了8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，也是用汇集的方法来注解这部经，说明不是自己意思，佛说的，祖师大德说的，希望取信于后人不容易啊。又遇到弘林法师，这10几年引经据典来澄清一般人对于经注解的误会啊。海鲜老和尚前年2013年元月往生，给我们做证传啊，证明西方极乐世界真有，阿弥陀佛真有，不是假的啊，证明夏莲老的汇集本是真经，黄念老的注解是正知真经，也为我们证明我们这些年来学习这部经是正确的，没有走错路啊，真不容易啊！啊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我们对经中能够见到汇集本，能够读到黄念老的集解，不容易啊，难中之难啊！啊，一定要抓住这一生的机会，不可以等来生呐、啊，等来生就错了啊！来生你未必会遇到，不知道跑哪一道去了啊！一心一意，放下万缘。啊，心上只有专一尊阿弥陀佛，每个人都能往生啊，比什么都重要啊，决定不要把东西放在心上啊，心上就专一，就一句佛号，一尊阿弥陀佛，啊，很难得这2位同学都是我们大家学佛的好榜样。
啊，希望他们能坚持到底，啊，一生不拐弯，不换跑道，啊，这一生当中，个个成就。